都给你发了这么多微信，你居然都没回他？这哪儿多啊？这么多！你干什么呀？你专心打你的游戏。我更新呢。好，晶晶好，你给我看看呗。我跟我老公谈恋爱那会儿，我是不是截图了几百张聊天记录给你？那是我让你给我的吗？发给我还占了我手机那么多内存。小气鬼你！不过我看了还觉得有点爽哎。什么时候见过于学生这个样子啊？哎，静，你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啊？你要有意思，你别晾着他呀。学生也是很高傲的啊。谁晾着他了？姐，你的王者号能不能借我玩一下？我想试试高端区的感觉。你想坑人啊？没有，我打的也挺靠谱的，就是没有一直排位而已。行不行？不行，你会害我被举报的。我好想玩高端局。算了，给你，打不过记得给我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你最好了啊。我能打定别人吗？打不过，把手机给我。你这名字挺有意思的，摘棉花。哇，你这排位胜率也太高了吧。哦，你还有两个五连绝世啊，真厉害。什么？两个五连绝世自己打的忘了。月底生日想什么礼物？送我一个五连绝世吧，我打到现在都没拿到过五连。韩老师，一会儿邀请您给年度最佳对抗录颁奖。杜老板，我先过去了。哎，先去吧。都先过去了啊。哎，谢谢你们啊，今天辛苦了。告别，但是他却偷偷的给你准备生日礼物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那可能是他有什么苦衷吧。我不要找一个我喜欢他比他喜欢我多的人。这个理由不成立，我没有少。有的，你说我们不合适。真的喜欢一个人是很冲动的，不会犹豫挣扎，不会想那么多。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，我想的太多了，快想完一辈子了。晶晶，你怎么了？只是有点难过。高中同学是在 KTV 聚吗？你玩吧，我又不去了。我就知道，
不过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过来呗。乔晶晶都说要来呢。你说什么？乔晶晶啊，大明星，人家都说要来同学聚会了。我注意他，你们不用等我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我就不该问，肯定是那个长得漂亮的又给叫出去了。哎，晶晶，班长说他们换了个大的包厢，在 B 区 V11。是不是这儿啊？哎，那个是吗？啊，哎，这儿呢？哎哎，走走走。阿飘，这边。哎。哎呦，哎，谁？大明星。哎呦，晶晶。